最上乡的水头社区65岁以上的人口占将近三成。社区地点时常举办着健康促进的课程，老大人嘛真欢喜会当来社区学习如何照顾家己的健康。卫生福利部体适能指导员是特别来推广着民间操的运动，长辈利用着脚、手啊、佮腰配合着转动来做扭筋，同时训练家己的肌力，帮助平衡，预防摔倒。老师特别要求老大人不只是伫咧课堂来练习，回去厝了后嘛爱随时为家己的健康来努力。水头社区65岁以上的占比将近三成，社区据点经常举办健康促进，长辈非常乐意来社区学习顾家己的健康。卫生部体适能指导员开启毛巾操的运动。长辈和患来扭筋，脚手腰配合转动，达到舒缓。好，那因为做毛巾操这个是比较和缓的啊，所以在他平常日常生活在家里就都可以拿得到毛巾，他就可以做毛巾来做一些伸展，那做一些肢体的运动。那做伸展之后，让你的筋比较柔软一点之后，你再转身啊，或是说跨步的时候，也会帮助你的平衡。对，可以让你的肢体伸展比较协调一点，这样子，嘿，方便预防我们跌倒也是有它的帮助的。对，一挂好心的人共同结合做伙，啊，咱这个社区带好起来，啊，长辈带健康，这是我要爱的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啦。啊，吴老师三位理念是同款，吼，要希望啊，这水头社区吼，做啊一直好个，更加愈好的对个呀。所以，阮两个理念是同款的啦。哦，拢有着咱社区吼，即个长辈健康，哦，尤其即卖年纪大吼，咱最大社区65岁以上的时段吼，人口2900几个当中，有将近600个人是65岁以上的啦，哦，所以伊比例足悬的。毛巾操运动帮助练就肌力，提供长辈跨步平衡，可以抗衡摔倒。特别要求长辈唔呐在课堂上来练习。等家厝随手摕到的毛巾，随时随地会用为家己的健康来做努力。细心是蔡明东，最上香蔡永博德。啊！你过马路啦，穿甲安尼？哦，你唔知啊？即马过马路最危险的，马路如虎口哎，安尼较安全。唔免啦，即马过马路吼，若无礼让行人，有加重罚则。即马变作安全的啊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，安尼我就免挂啊，吼。好。袂歹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礼让行人。台湾现在很多，你看过马路不敢过，你们看车来的惊，所以我们是人让车。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，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台湾要加重处罚了。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，那你的罚款会很重。大家唔免惊，即马要过马路啊，不管你是塞车还是骑摩托车，一定爱让行路的人先过。啊，那无会加重罚款的罚钱哦。所以即马政府做重视这哈，所以所有塞车、骑摩托车的人，快点行人要过马路，一定要让他们先过。